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曼荣，然后我是今年 Miss Glam World 的冠军，也是中信兄弟的啦啦队成员。头上戴着皇冠，亲切与观众打招呼，举手投足都散发优雅气质。中信啦啦队女孩高曼荣摘下世界选美皇后冠军，为台湾争光。很开心可以获得这个殊荣，所以当下在舞台上是很感动的落泪。而事实上，高曼荣从16岁就开始参加选美比赛，曾拿下第9届台湾小姐选美冠军，2019年世界美颜小姐全球第4名。2023年世界旅游小姐第5名等多项殊荣，这回摘下世界选美皇后冠军，她认为自身关键不单只是靠外表。我真的不是靠外表，是靠我整个可能在临场紧张的时候，我可以比较应对自如。鼓励大家，如果你有梦想的话，那你就是可以去用自信跟你展现你的个人魅力，我觉得这个会有助于在啦啦队或是选美上面。透露平时在啦啦队所接受的训练，也是他这次选美加分的一大关键，服饰准备上也费了不少心思。那套其实是我们台湾传统结婚的秀和服，但已经现在很少人在穿着这样子的服装，那我觉得就可以去保留这样子的文化，然后去展现我们不同的魅力。高曼荣用自己的努力与智慧打败各国佳丽，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 Miss 新闻陈嘉伦、谭俊豪台北报道。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 APP 订阅民视新闻网。